你你好，啱啱咧欣賞完你咧一連串嘅串燒歌啦，咁啊其實呢啲歌會唔會係即係你精心設計過？因為都好好聽啊！多謝你，多謝你，我都好開心啊！今次可以做呢、這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嘅呢個開幕禮嘅嘉賓啦。咁、啊、其實電影歌曲喺香港音樂嚟講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啦。嗯，咁今次呢一個串燒歌其實係趙爭基老師佢精心去籌備同埋設計嘅， yeah. 所以係特別好聽。咁我好開心咯，可以再一次同佢合作。嗯，咁啊，我哋唱咗好多首唔同嘅橫跨咗唔同年代嘅一啲電影嘅歌曲咁樣啦。咁、有妹姐嘅歌啊，有哥哥嘅歌啊等等。每一次去練，即因為籌備了我諗都成個月時間啦，同啲咩老師咁樣，咁啊一路去準備嘅時候，其實每一次唱不同的歌曲都會、感受到當年即不同年代個氣息啦、個韻味啦、嗰、當年嗰個年代的歌曲的一啲嘅旋律啊、啲文化，係啊，即係好正咯、啊，所以我都好開心可以喺度繼續去推廣廣東歌咁美妙嘅一面咯。因為我相信很多年輕人都未必聽過有啲好經典嘅歌，咁我都希望自己出少少力啦，去推廣啊香港嘅流行音樂。我諗好多人都聽到頭先嗰個歌曲嘅味道，同埋我聽完我都覺得好有代表性嗰幾首歌啦。咁其實我諗大家公眾最關心就係你嘅近況咯，係講我哋聽下咧。呢排都係一路係籌備緊自己嘅新歌嘅，咁啊今年都會繼續去籌備新歌，咁啊都希望會儲多啲唔同嘅歌、唔同類型嘅歌，咁啊快啲開 show 啦。咁預計都係下年咯，下年希望後半年就可以開個大型嘅演唱會。我諗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啊！我自己都好期待啊！咁有冇係諗過啲度身訂咗啲服裝啊？喺造型方面，喺個演唱會裏面有啲構思啊嘛？我諗要到時睇下成個 concept。即係譬如個演唱會嘅主題係點樣，同埋喺每一 part 我想表達嘅嘢咁樣，咁、我都輕輕有啲諗法嘅，係、啦，但係未覺得好實，因為都一路做緊唔同嘅歌，咁、到時就可能喺唔同嘅環節會有唔同呈現唔同嘅一啲嘅 mood 咁樣。係啦，一個唔同嘅你啦。好啊，好多謝你嘅，大家都期待你嘅新消息。Thank you， 多謝你。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破面光。红尘里。
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，原来多么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标，一追再追，追尽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来早不缺少。有了你，即使平凡却最重要。穿梭咗咁多套經典電影嘅場景啊 ，thank you。